弦格这个这里都开始碰到的那个折痕了，折痕变细，弦格这边其实也有折痕的影响，中间这个竖的地方，重的地方，刚好是折痕的所在。弦折痕，这也靠得好近了，这里又碰到折痕，这靠得非常近，拉得非常长，下面拉得非常短。这里可以两点，也可以一点了，意思都一样。大圈圈，小圈圈，笔有点破掉，不过他之前有写啦。那如果照之前的笔顺是这个样子，先折折折，然后只要又绕这一边，大圈圈，小圈圈，笔七七上下，锁重按轻提。做这个课本上都有啊，自己去参考。抬上去，点点。